这样下去，十天后餐厅就要倒闭了。服务员偷艺，开启了外卖饭店。网红重口味料理包，大家都在用。怎么能碰这种食材和做法？这是我的不认人的邀请吗？现在的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整个公司的员工餐吗？都包给我做吗？停电了吗？偏偏这个时候。看，世界。